边啊？哇！大家见唔见啊？呢、這个系呢个黄色流汁嘅好甜地瓜啊！呢、這个喺香港我买嚟买去买唔到啊，终于竟然喺呢度食到，好开心啊！会计妹台湾游预告，大家好啊！相信有留意我的 channel 的观众都知道，我们拍紧个台湾游的节目。今日我特登同大家预告一下，去片呢度就是玉山国家公园的道路。Hello， 又是我会计妹带大家嚟行下台湾，我哋系呢个特富野古道啊！哇，呢度好靓。Can girl， 我哋已经入住呢间日月潭酒店啦！哇，几靓！我哋而家嚟到日月潭其中一个景点，叫做向山眺望台。好，喺度叹翻杯咖啡，欣赏下附近嘅美景。Can girl。今天我們要吃這間汁粉鐵板燒，就跟剛剛來一樣。哇，好豐盛啊！哇，這個賣眼鏡的店頭好厲害喔、啊、你看有多少56隻眼鏡。 Can girl，看到哈姆熊布马世界，好像很好玩、哦、难无会所啊！大家是不是很期待呢？大家记住多多支持啊，记住给个 like 我啊，同埋记得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啊。